都说啊，没有人是可以随随便便成功的，即便是对于很多外界看似很幸运的人身上啊，这条铁律啊也是成立的。像赵丽颖呢，近日就透露了自己是非科班出身的，而且并没有长得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一张上进脸，但是能够有今天大家看来很幸运的她，其实也是自己这十年来默默的付出和默默的铺垫。去了解一下。花千骨的风潮还未消散尽，赵丽颖主演的老九门青云志又登上荧屏，正赶上暑期档。要说这霸屏女王的候选人，赵丽颖可绝对是其中之一呢。主要是还是看角色喜不喜欢吧，就喜欢哪一个就演哪一个，没有标准，就是没有尝试过的。在观众们眼中，赵丽颖还是一枚荧屏新星，但正所谓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从2006年参与比赛进入娱乐圈，到今天她刚好走到了第十年。我觉得你自身够努力够坚持，你的运气就自然而然会追随你。2013年，因为主演《陆贞传奇》，赵丽颖一炮而红，让观众们记住她的原因也很简单：圆圆小脸似乎在到处都是巴掌脸的娱乐圈里实在太少见了。这几年我在西域找到了很多为大齐振兴财政的新路子。我不自信啊，我挺自卑的，只不过就是我说的这些就是比较实际一些吧。自己做不好什么事情，不要老去找客观原因或者是一些外界因素，多从自身去出发。从自身去要求，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但是赵丽颖还是通过生活中不断的观察和拍戏过程中的实践，渐渐学会了如何演戏。好，那我再想一想。我想好了，我跟定你了。老九门里她是敢爱敢恨的奇女子，但在生活中赵丽颖似乎和恋爱结婚这两个词离得有点远，也许是工作太忙，也许是缘分未到，但总之就是咱能别提这茬吗？你跟一个没谈恋爱的人一直在这儿说谈恋爱的问题，不觉得很残忍吗？娱乐新天地编辑报道。希望赵丽颖早日告别单身啊。